6500这台灯。自己人不谈钱，我们只谈见识。哎，老赵，你显卡呢？又卖了。为什么要加个柚子呢？我开始用 2080S， 然后我接着我用 2070S， 后面我用 1160S， 现在全卖了。那你赚了不少钱吗？还好还好，但是显卡再不加的话，我是真没显卡用了，一张都没了。3060魔龙可以用吗？你用啊。真拆了啦？拆。它是双风扇的魔龙啊，厉害吧？可以可以。这做工有点可以啊，3060魔龙还是双风扇版本的，5根热管，8.6频供电，这个散热跟性能应该是很强，刚好可以装进我这个 ITS， 我拿去用了啊。不谈钱，我们只谈借，等4060出来了我一定还给你，好吧，我先打游戏了。